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要前往一个共同的方向，那个地方是我们的家，金丝金色伴我们飞翔。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却带着一个共同的梦想，人生的路共同开创，刺激世界一同成长。地球，亮起来！耶，飞机耶！要前往一个共同的方向，那个地方是我们的家，金丝金色伴我们飞翔。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却带着一个共同的梦想，人生的路共同开创，刺激世界一同成长。纵然路上充满困难，我们也是微笑承担，纵然走来有些惆怅，心中带却能化解忧伤，感恩有你在我身旁，自己路上有您陪伴，感恩和我分享忧伤，自己世界充满爱的力量。轻轻的月亮高高天上，温柔围绕暖暖在胸膛，我想那山还好你在身旁，我一路走来多慌张，星星的眼睛闪闪说话，柔情似水深深在心房，我望啊望你眼睛多明亮，我也不是那么坚强。我是更大的高呼啦一下米大肚噜吗，那么肚满血海的你呼迷桑，希望中是在前方。我是跟嘎嘎嘎呼啦，一下米达嘟噜嘛，那么嘟嘛些海的米呼米桑，希望总是在前方。有一天太阳总会升起，就有美丽晨曦，黑夜总会过去，让它过去。有一天你要和我一起迎接美丽晨曦呀。眼睛闪闪说话，孩子一起来，我们拥抱，慢慢的，如果
我也不是那么坚强。一下米达多鲁玛，那么多玛雪海的迷糊弥桑，希望总是在前方。我是昆嘎达嘎呼。前方有一天太阳总会升起，就有美丽晨曦，黑夜总会过去，让它过去。有一天你要和我一起迎接美丽晨曦呀。有一天太阳总会升起，就有美丽晨曦，黑夜总会过去，让它过去。有一天你要和我一起迎接美丽晨曦呀。是什么的日子让你我如此双手握紧，脚步坚定。来者好奇哦，而且我队员能不能帮上忙哦。然后我最喜欢的这项活动是我们煮东西哦，就是我们煮晚餐。哎，这样好，我就可以看我们的团队合作，还有其他的就像选法那边也是可以展现出我们团队合作。但我还是比较喜欢煮东西，因为我们切那些东西都可以展现出来嘛，看大家互相帮忙就可以煮，然后我们煮好了，我看到别人还在做，我们还是很享受的。今天很 enjoy 吧，至少没有爬山的难啊，就是在这里是 enjoy 吧，放松吧。